sorry 没开麦，我说浪九不要刷屏啊，就是一场发个两三个就可以，不要刷屏，还有咱们家的宝宝们点点关注，然后大家扣六六就可以好不好，然后喜欢主播的宝宝们点击一下一二号麦的关注，点一下五行五秀还分天的预约，手机用户是左上角的黄色一个小桃心，电脑用户是屏幕下方的直播室通知我，然后谢男孩哥，谢谢。然后下面给大家跳第二支舞蹈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，找一个可爱一点的。Okay.
3，开台我就来913，全网最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。喜欢主播宝宝点击下面上主播的关注。你们这群坏人，你们就不会夸夸我扣扣六六，老是胡说八道的。然后点点仔仔的关注，点一下我们五行五秀还发现的预约。还有5分多的，我还能跳2支舞啊。我是不是以后得跳得慢一点？然后再给你们跳个慢一点的吧，跳一个慢一点的，因为这个就是穿插着来，你们才感觉好。是。找不到那个音乐了，也不是这一个，也不是啊，我随便给你们跳吧，好不好？我随便给你们跳吧。
三，看跳舞就来九九三，全网最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喜欢主播的宝宝们，不要忘记点击一下麦序上主播的关注，然后点一下五学五秀嗨翻天的预约。这头发啊，跳乱了，然后给我们点点。